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6号，张医师线上课程。今天张医师的主题是手法轻柔解症的技巧，还有乳癌处理步骤。张医师，请您开始。从去年我们的新书出来之后，我就比较有时间，常常到基金会跟患者碰面。在临床上我也发现了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很怕痛的。你如果一般用大力按推，患者会跟你对抗，然后你按就不能解症，然后患者因为按痛了，他以后也不敢来。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第一个我们的手法一定要懂得怎么由轻而重，然后慢慢再来深层进去，能够达到解症。这些技巧我认为非常重要甚至是在拿的工具我们的手法几个工具也可以稍作变通那另外最近听到很多乳癌患者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利用这一次的影片帮大家来解答。好，那我们就现在进入我们的课题。我们先来看影片。他这样很轻松，也不会出很大力，只要太硬他会跟你对抗，你就做不出来。这个我说不能用正常的，这个放出来，他这个握虚拳，这样就不会太累，按的人不会太累，那患者也能承受。好，稍微等一下。OK，臀部是妹妹的重中之重，那妹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臀部根本不大能碰，所以你们不要用我们正常的手法，练习可以，但是记得她现在臀部是整个一碰就很痛，所以我现在按推她，我几乎不用力，所以你们再有想用蛮力或用力，肯定妹妹是受不了，所以手比较。那个手是怎么样？轻放，我这样轻放他就受不了，但这样很有力量，所以我会调整大于九十度，有时候我会大于九十度，不得已，为什么？大于九十度没有力量，我如果九十度正确是这样，我身体靠过去，但光这一个动作很多人就做不出来，因为坐姿对妹妹我认为坐姿可以，为什么？她站姿可以柔身，但是现在身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坐姿你们应该有学过，他这一手扶在这里，然后臀棱纹对臀棱纹，这一手放，然后这里大于九十度正确的按法是，按出给第架哦，直接沿着这一条线，我身体是直接，不是这样哦，然后这样再揉，不是这样，你们常常是直接这样等于手跟身体分开了。所以身体不会用力，我是怎样？有一点往前又往这样，整个动作就变成这样，所以我是按可以出给这样九十度我就可以按。我对一般人是这样，我这样的力量又深沉又柔。你们别看这个动作，有时候比你们再按还要深沉。好，那你看第二点。第三点，所以我几乎不用力，妹妹根本不能用力，所以我现在按她，刚刚这个是标准动作，现在我按妹妹是这样，身体要不要靠过去？没有了，因为她痛到不行，我变成这样，臀棱纹对臀棱纹，这一手放着，然后这个放下去，身体不要正确要靠过来，
那这样按，啊不正确，按妹妹，大概现在她只能这样，啊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想让她痛到筋一下子挪开，那是不可能，哦，就不要这样尝试。然后输完，这里是垂直下去，记得垂直下去，然后我再拨她的筋，我现在常常用这样，这样，这个力量很舒服的。好，注意哈，这个姿势叫压，因为它这里斜斜的，它一定是用身体在压，而非身体的柔劲把工具带下去。这个动作绝对不能出来，它不能出来，它问题要怎么改进？它做得太前面，它臀横纹，你看它臀横纹在这里，对，它臀横纹在这里，然后它臀横纹在这里，结果他们两个是屁股对屁股，这个肯定是不行啊。你有压才会重，不用手的力量，它就放下去，它只是手来回而已。你是这样，这样有一点压的感觉，我不是这样，你看我这样，我整个身体已经沉下去，这里已经化解这个，你这里还在用力，它这里没有用力，所以肩不用力，就是这样。差在哪？你这样压。这叫压，我化解的，这样就没有压，我身体放松了，我这里也放松，然后我这来一点，你好很多，就是你放松了，但是你还不懂得身体调到那个顶到的位置，如此而已，那已经改进很多。我要你的就是，刚刚上半身帮你用，你已经懂放松。但你没有找到一个支撑点，身体调到一个支撑点。这样。这样有一下有，有一下没有，因为它压的不。告诉你，你这里，你就用标准动作，你超出九十度，你就是用标准，然后来做。好像有。来，大家注意他的身体，他是这样斜的。我告诉你们，一定要这样，然后一定要出给，好不好？好，你再继续走，这样。我在这有，姿还是姿势的问题。这里有两段哈，第一个是头部的，头部原始点，尤其是耳后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第一个视频。好，第一个视频哈，我们。耳后的拿的工具哈，原本应该是这样哈。我们的手拿的工具本来是拇指还有中指顶在食指，那这样顶，第一个力道比较大啊，所以患者哈，尤其像重病患者，他轻碰就痛的时候，哦，我们的手法就可以稍微做改变，把拇指。哦，放开哦，那放开那个拳头一定要握虚拳，不能用力握，用力握哦，那就会很僵硬，很僵硬。你按下去，患者一般受不了，尤其重病患者轻碰即痛的话，哦，一定要用这样的手法。那这样的手法哦，操作者因为把拇指放开哦。然后又握虚拳，也比较不容易酸啊。工具在使用上也比较能够轻柔，而患者也比较能接受啊。这是在对于头部原始点啊，耳后，我们如果遇到啊，轻轻一碰就痛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食指的工具就可以做如此的改良啊。这是。啊，大家可以注意的。那他的哦，按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拳头啊，哦，左右摆荡啊，哦。那这样啊，患者慢慢啊，哦，就能够松开，他也不会跟你对抗。然后揉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松了，你才可以慢慢哦，稍微用一点力量进去。那这个食指的工具这样拿开。除了头部原始点可以这样按以外，还包括我们的肘部原始点，哦，我发现有些人，哦，也是你
用力一顶进去它就很痛了。那这时候也可以握虚前，那食指顶在手肘上，那拇指不要固定在食指上，像现在这个工具的变通方法，这样去按推肘部原始点，我发现患者也比较能接受，所以记得是要握虚前。好，那这个头部原始点，我之前还看过有在大陆有一些学员竟然用拇指侧面去按，这个动作是不行的。侧面第一个他按不容易按到位，然后有时候要深层也弄不进去，然后他力量也是有一点用蛮力的味道，不可能像我们握虚拳，那拳头它还可以碰到那个我们的原始点的时候还可以有弹性的伸缩，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改了，他想方便也改了另外一种方式，但又不能达到解症，所以我看现在大陆还有人竟然有人除了头部原始点按耳后，然后他因为不能解症就又开始乱扯了，就是说原始点除了耳后要按还要按头部的哪一个点，记得这些都已经是因为手法自己本身就有错误了，然后又想来解释原始点，然后越解释又越偏差，甚至他自己又自创了一条脊椎七处之外的另外一个点，像这样的这样的推广就失去了意义。因为为什么？他不但不是在推广，他根本是在毁坏原始点。那这一段时间因为也理论上我不断一直跟大家沟通，那临床上比较有时间在做，也听到一些，所以也是蛮感慨。这些手法如果要变通不是不可以，工具还是原来的工具，但是像这种改良式的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要改良到连我都看不懂，比如用我刚刚讲的用拇指侧面，既然有人这样，那拇指的侧面我自己也按，那个都是蛮力的，那个一定要用蛮力才能按进去，而且即便用蛮力深层也按不大进去，所以他们因为不能解症，所以又自己说头部原始点光按耳后还不够，还要按其他的点，就是耳朵前面的一些点，我有听说了。那 这些人本来也是在做公益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辨是非，遇到这种自创的或是跟原始点已经走偏的一定要慎重，他们讲的已经不代表基金会，甚至我认为他们是在毁原始点的法，所以在手法上我说可以变通，但变通一定要轻巧啊，用原来的工具，不要自己又用一些其他的比如拇指的侧面工具这样去按，这样会解不了症，然后又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解不了症，又扯了很多，然后原始点的手法就变夹杂了，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也是蛮感慨的。好，我这个头部的原始点，也就是食指的工具的变通方法，最近这样用，我患者用的蛮多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发现有时候肘部原始点用这种工具按，也发现还蛮不错，但肘部的原始点也是用食指顶进去，那工具也是拇指可以放开，你如果要按推轻的时候不要那么重就可以用这样的手法，但是它不是左右摆动，前头是上下摆动，这个跟头部原始点有一点不一样。好，那我就
哦，手法的轻巧，尤其食指的工具，我就补充到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是臀部延时点。臀部延时点，我们记得一定要从髋骨，就是那个髋骨，也就是皮带那地方，我们裤管皮带那里。所以有时候很多人第一点都按不到，也就髋骨，你一定要摸到髋骨上缘，然后拇指稍微往下调，然后顶进去，那才是第一点。结果很多人第一点都没有按，我发现在临床上很多人第一点常常按到都已经臀部第二点去了，太下面。那第一点我发现临床上还是有少数患者，尤其像小腹痛的人，小腹痛的人有时候你按臀部他没有好，他原来他的痛点都在臀部的第一点，所以第一点你 lose 掉，你即便腰椎按到最后一点，他尤其小腹痛，痛到耻骨上缘这里，那他跟臀部延迟点是很有关系的。那有些光按腰椎，下背部腰椎是解不了症，所以我们按臀部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点找出来。那另外，因为有些腹股沟痛啊，甚至耻骨痛，那我们早期除了按臀部，都还有可能在按荐椎部。那我这些日子的体悟啊，我现在荐椎几乎很少按，我发现荐椎跟臀部它的位置其实是有交错，所以你只要臀部真的把每一点都按出来，一般症状就可以解决了。那我也问患者，我做完臀部再问荐椎，他们当然也觉得荐椎再做更好啊，很舒服啊。但是我一直在反思荐椎的问题跟臀部差不多在第三点左右，那你都是交汇的。那这个交汇，你事实上臀部只要有揉开，我们照原理上臀部揉开之后，它对整个旁边旁边都有解症，旁边下面以下都可以达到解症。那这样说你荐椎能管到的，臀部事实上也都能管到，在理上。所以最近一直在反思，如果臀部能够做得到位，我相信荐椎即便不按也应该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大家不妨这样做做看，尤其从书本上写完之后，我最近一直在临床上琢磨，也在看过去我讲解的一些手法，那最近的体悟就觉得臀部确实，臀部延时点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第一点，那再来就是臀部整排按下来，我发现荐椎似乎也可以，这样对大家在学习上又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所以原始点应该是怎么样，化繁为简，越来越简。刚刚大家也有看到，那个是坐姿，我发现臀部延时点，如果你要按以轻柔的手法来解症的话，那坐姿是蛮不错的。那坐姿还是要照我们原来规定的，就是臀横纹，对患者的臀横纹这样坐下来。那坐下来之后，你那个工具本来我们要求都是90度90度，就是那个下臂跟手肘跟上臂那个要有90度，那上臂跟我们的腋下那个也要有90度，就是像现在图这样。那这样的力量是只要你用身体轻松的按下去就可以达到深层了。但是有些患者重病患者，你标准动作即便这样
他们都受不了、哦、那这时候你就身体不能往前了，甚至那个、手上臂跟下臂、哦、那个角度、哦、要大于90度、哦、这样就能够、哦、患者就能够觉得哎，这样他们就能接受，而且也感觉很轻巧、啊、你也不用用力，只是时间要稍微 就是来回、哦、时间要久一点，比如每一个点就不限定在三秒、哦、因为你大于九十度，然后手法又比较轻巧的话、哦、有时候按个三五、哦、分钟、那这个都是被允许的、哦、那刚刚、这个、我们志工在按，就是第一个最容易犯错就是臀部跟患者的臀部、哦、并在一起、哦、刚刚下面、哦、也有女志工、哦、这样做，但这样就不行了。他的手法、哦、因为、哦他做到太前面，所以腋下跟 上手臂部、哦、上臂啊，他的角度就夹死了，夹死就不容易揉出来、哦、所以他一直做不出来、啊、患者也感觉不舒服、哦、所以这些都是小动作，所以我们说、哦、臀部的按推、哦、你看、哦、他坐太前面，然后上臂跟腋下他夹紧，他几乎自己夹死自己，所以他很难推动，然后又用一个侧面进去，他不是身体靠过去、哦、那这样斜斜的靠过去就是用压的力量，所以患者也觉得不舒服哦、所以这些都是临床上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那臀部我也遇过很多、哦、有些患者真的很痛，你一下子要做到标准动作坐姿他都受不了，何况有些人一开始就用站姿，那站姿的力道又比坐姿大、哦、你这样、哦、站姿如果动作一压下去，那患者就更痛。而我们现在的手法也就是在推广的过程中，我看各地很多就是因为力道还有工具掌握的不大好，所以患者不但不能解症，甚至按完他会更痛，那患者就不敢来了，这样的患者我也遇过很多。所以基金会就是从去年底我书写出来之后就开始培训，那培训我发现临床上似乎遇到各类的患者，那我们是以病为师嘛，所以这些工具知识是可以稍微 调整一下的，这个可以因不同的患者而稍微做变动。那有些患者如果怕痛一定要以病为师，不该用蛮力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轻巧，那我们原来的姿势你如果做得很标准再稍微变化一下，那我相信很多患者就可以做出来。那如果你用蛮力会有什么现象呢？你太大力患者臀部马上绷紧，那你绷紧你用再大力它更痛，它更痛你越不容易解症，反而患者对你没有信心，然后你越做又做得很累，那最后患者也不再来了。这些都是在学手法的时候必须注意。所以我说有些人一开始学原始点学的都硬邦邦的，然后都用手的力量，我在基金会严禁他们用手的力量，我说你只要想用手的力量通通是蛮力，你的力量一定来自于、哦、身体，那像坐姿一定来自于上半身，那站姿呢一定来自于下盘，下盘、哦、就是从、哦、臀部以下那个腿怎么站，那站法、哦、怎么样把上半身、哦、的身体沉下来，然后整个工具不变，上半身跟工具不变，然后靠下盘、蹲、沉下来的力量把工具带下来，那这样
很自然，我们的工具就可以达到深层，那你也不能用手的力量，那这样患者就不觉得会有压迫感。那如果你是用身体去压或用手用力再来回按推，那患者就会有压迫感。那有压迫感他绷紧了，你绝对 揉不到深层，然后一想越揉到深层你越做不到，而且患者绷紧之后反而患者就伤害到了。所以这些都是我在基金会这样长期观察下来发现一般志工容易犯的毛病。那我这里看到的，我相信世界各地在学的这些不管是看观看影片学习的一般观众或是推广点的志工都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错。所以利用这一次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细节。好，我就补充到这里。好，老师，那我们接着放乳癌的。好好。这一点哈，对，好，我轻一点，这些就不会了哈。所以这一点是吗？哦，那这个还是要加强啊，这个是对称点。刚好都在胸部，这个也会啊。嗯。哦，嗯哼。来这边，下一个。这个呢？也会痛。嗯。哦。这里呢？也会哈。嗯。哦，这里这么长啊。肯定只有痛这里，这一点也是很痛。对，他从这里都很痛，昨天就是按到这里，非常痛，所以我说他，我猜想他胃肠也有问题的。所以以前都说没有痛，对，这个还蛮严重，所以那么严重，没不可能没有体伤的。我第一次找也没有找，这里也没有，但是昨天就开始找到这里就很痛，要慢慢按，这些体伤出来，反而对他是好。哦，你看他这么痛，怎么会不痛？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乳癌到最后会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很多都忽略了这些，然后。其实他已经有在提醒，因为他第一次来他就会胸部胀痛，我就怀疑这里不可能没有体伤了。然后我们说只有对侧有，对啊，事实上同侧更严重，有没有？当时候同侧说都没有，没有感觉，那没有，现在很轻，他都在痛了。你现在连输完他都在痛，所以可见那个痛是很浅层就可以按得到，根本不用出很大力。对，你说过了，他怕痛，我一直也在控制力量，但他真的有痛。没关系，我等一下，现在帮你按痛，等一下他们会帮你舒缓，涂姜粉泥，这整排涂下来，你就会松了。不要担心。这样还可以接受哈。这一点痛吗？还好。所以你真正的痛不在这里，是在这里，对不对？痛。
我知道你这一边比那一边痛，昨天也是这样，轻一点。好，那我就慢一点。这一点痛吗？这也有一点痛。也有一点啊，好。这里下来呢？还好。这那这样应该这里不会的，那这样就在这里。一般很痛的话，手肘受不了，还可以用这样腕骨，这样贴进去还蛮好用的。患者他轻碰也是比较怕痛，所以你们刚刚看我的手法，他肩上就是上背部，尤其前三点我是用坐姿啦，所以那个力道很轻。那接下来因为乳癌患者他胸部会抽痛，痛多属他处体伤嘛，所以遇到这种在他们说可能他的上背部没有压痛点，但我实际上找一找还是被我找到了，一定都是有。那按推我建议对患者怕痛的，你的按推的速度不要太快，来回不要太快，太快有时候患者会受不了，那个速度可以减慢，然后幅度可以稍微加大。所以你们刚刚看我在按推的点你们可以多看一下，来回那个幅度会比一般人的按稍微大一点，幅度稍微大，那力道不会很重，因为手放下去只要你正常的姿势，那痛点都可以找出来。那所以我们说即便乳癌已经很严重了，爆掉了，那你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大开关，一定要大开关先按完之后才能按患处，在患处找压痛点。那我发现在大开关按完之后，患者常常就会流出很多的组织液甚至血液出来，所以大开关对这些乳癌患者对体伤修复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一定大开关是最最重要，这个绝对不可忽略。好，那也就是做这位患者也示范了肩部还有背部原始点我在临床上的按推方法。好，那我们紧接着再来看这位乳癌患者我们接下去的处理解说。我慢慢按，他那里的组织液不断一直在渗出，真的是要技巧。他会一直流，然后他如果积在体内，你像上次这种白白都黏住的话，他流不出来你就惨了。他肿瘤就开始一直大，然后会从别的地方甚至爆出来。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让它清创，要让它有通道，一定要有通道让它出来。然后出来的方式不是要硬压，而是很舒缓的，就是像这样舒缓的，你也不至于很痛，对不对？那这样就会柔软，然后它里面因为硬它有压力，它里面有组织，它就会出来，这样把它挤出来。好，所以这个需要有一点耐心。我跟你讲你看连这里都有组织液流出来。对，你知道上次应该不是，我看都是以为旁边，结果我今天看都不是。你看我这样一压，它就出来。对，它这个一定会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让它流出来，对，将来它就会整个诱惑。
所以他的问题还蛮大。调中温比较好啊，真的，早就应该要来了。他这个都硬的，他以为是在旁边，对，事实上不是，是在中间。乳头中间，乳头中间那个都是组织液，就是里面。那所以他这里硬就是根部哈，这些根部都已经很硬了。他从根部压，他组织液就跑上来。他这里要有管道出来，这里还在烂，他已经烂得很深了。了解，哦，是这样。他有在长新肉，这里这个是好的，但这里是很严重。对，他这个还要一段时间，让组织液真的揉到柔软了，那组织也清掉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像这种伤口了解了解修复，短期间不可能。你其实这里也是硬的嘞。是。我这样你都能接受吗？不会痛。不会痛啊，这个也是硬的。这边会比较痛。我这里比较痛啊，我轻一点。啊，这样啊，这样啊，这样也可以，这样。所以没有一定，它这样面积都蛮大，它只要固定顶住，因为肉多嘛，指腹拇指指腹也是肉多嘛，所以用肉多的地方去啊，肉多跟它肉碰就不会痛啊，你不要用指节这种去顶它很受不了。对，我没办法接受。按摩点是在根部下啊，对，它整片都硬的，我整片都按，把它按松，然后它为什么要按？它按的时候，它循环会变好之后，它里面的组织液就流出来了，然后它就会变软。这样痛？对，这里比较痛。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患处痛点了。嗯。这个一定要处理。啊，我教以前他们，对，就是用这样。对。那么大片怎么能顶？对。他也肯定是受不了，而且顶，他受不了，效果就出不来。这只要有肉，然后贴着紧贴着，你就是贴着。这个我没有教过人，但是我是看他的情形而变化。要不然我雅青我教他们是这样。对对对。啊，这样太面积太小，你看有没有？我这样整片下去，对，然后又能够达到大跟面积小，你都能接受。大应该就是会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你看。然后其实手这样贴住它会有安全感，整个放松。你只要放我这样，你应该蛮有安全感，对不对？好，就这样。然后力量集中在这一点，好，这样它会很轻松。它那你放松这样帮它按，然后着重在这样。最后两只手都可以，就一边啊，对对对，我这一边你看有没有？我也在帮他按呢、啊。所以往两边都可以。啊，这样我效率对啊，效率也出，你看血水也出来了，不止组织液有没有？老久了，现在是变血水哦。我是认为这样效果会比较大，我两边这样都用肉，但也没有增加你负担嘛，哈。这个手法是只有适合他哦，真的适合他，不是我每个是这样，我第一次这样按人家，真的、哦，哎呀，我看他太大了，整个周围都有嘛，啊，这个也是蛮硬的，那里很痛，对，我现在如果这边你看他这么硬，我这边就先不按，对，我就是这样，然后把它固定住，哦，这样。最痛的是上面那一个，嗯、下面这里下面、哦、这里超痛啊，这里会痛，没有什么，这里会痛，对，好，哇，流出汁液了，它是从旁边的，这一次是从旁边的，它旁边是有啊，有啊，我知道，那我按到上面来，它旁边才会流啊，按下面它是从乳头，我把它拿开，要不然它有些人会痛。我知道，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对对对，嗯，把它，因为这些硬块如果揉松了，它组织液就流出来。我们先清理一下。很痛，我知道了。
这里应该是最痛的，对不对？如果太大力，你跟我讲，这样的力量都还能接受啊。好 ，OK。这有点痛啊，这里有一点痛。对。好。我这样整圈都帮他按一次，实在太硬了。因为如果这个手法太硬，硬碰硬，他肯定很痛。对对。他现在是硬邦邦的。是这里比较痛，还是上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了解。那这一点还硬，还是硬的。最痛的地方把毛上来。啊，对对对，你来摸摸看，很来上来有没有很硬？嗯。这要揉到软，然后软它组织也会出来，所以这个就要处理了啦。然后它有一点点痛，但是你还是要把它轻轻的，哦，就是用肉跟肉贴紧着，这样给它一点压力。这个动作会比拇指指腹还要好，啊，因为它是贴紧，然后面积又大，它会比较舒服。哇，这里一按就都出来了。哦，这样都流出来了。这样稍微就软了。嗯。哦，真的很差很快，你摸摸看。这个比较软。哎，你摸摸看。差很多。哦，真的。嗯。哦，刚刚。那组织也出来了，它就不会紧绷在啊。啊，难怪你那么痛，这里都挤在。胀痛，举着。如果受不了再跟我讲，啊，不要忍我。啊，最重要是这一段日子，它正在硬，正在激，正在爆。它，啊，如果不挤出来，不适时挤出来，它就爆了。嗯，啊。然后会越大，啊，你们会感觉，哎，怎么爆的那么多？啊，所以现在。这些积的还蛮重要的，你这个跟你这里哈，哦，很硬，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硬。我先开始帮你从下面这里按推看看。好，这样痛不痛？不会。好，这里不会。那这里这一点，会不会痛？有一点痛。哦，这里开始了。好，这里就开始了。好。我干毛巾给我一下。这里很痛，我知道，我摸到这一点硬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处理的。其实这一边痛，压了也是出来，这一边也是出来啊，这个就会慢慢软。啊，对，不是，它痛点太多了，本来硬的，现在变软了，所以它就凹进去。你看看，这个就变软了，有没有？它本来是硬的，它。挤出来之后，组织也出来啊，这里就变了。啊，上面这里还硬硬的，所以我想把这一块也把它揉软。哎呀，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上来就会痛了，对，对不对？它硬的地方就会痛，是这样的。对。啊，你就是慢慢啊，然后你看，它一痛，组织液就出来了，对，有没有？嗯，很明显。所以哈，这里也是痛。好。稍微变暖了啊，这个用，不是我稍微用拇指，这里用拇指，痛，对对，那下面都变软了，我现在掖到上面这里软软肉，就用拇指来解决，这个，对，它本来这里也硬，这里松了，软了，啊，但是这里它还在硬，这个不处理也不行，慢慢，好痛。我这样按，连这里都有组织溢出来，这个都没有用很大力，很痛。了解，这个是属于根部，患处痛点。哦，这个就是患处，所以为什么我说有些人一直要顶，不用啊，他真正有问题，就这样轻轻按摩，他就有痛，他组织溢就会出来了，这样就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痛，嗯，超痛。你看这么一点点，它就超痛。对，真的。对，因为我先从根部这里软了，掖到上面一样硬，啊，这个就一定是要用指腹了。它这里还没有按。哦，是。我稍微检查。这个要大的吧？这个雅青都有帮你按了。好，你会哈，哦？紧个贴。对。这个不大会哈，哦，他，嗯，有查过哈。哦
他有按了、啊。最近有进步，他说比较安全。他有按。对，那这样应该，如果之前有痛点，这样帮你按，他那个痛点会消失，那以后就不会积了。可以，所以这些都没有痛点哈、哦，没有，那还好。这里就比较也是蛮大块的、嗯。我知道啊，但是有变软了呢，有真的有变软了，啊，即使检查出来，它立刻解决了，就不要让它有诶、欸。那这一边进步特别快，这个没问题。那这样。但是偶尔还是按一下，对对。哦，我说来雅青再帮他这样检查，现在这一边是好了很快了，没有什么问题。哇，今天变好软了，真的。这里啊、哦，真的，你看，你看这个整个，昨天还硬邦邦，这样不大会痛了吧？哈、哦。啊，那好。哎，你这些都比较快软，这些都比较好。之前很硬。对你这里也硬到他们说哦，这里也有硬点，这些都慢慢松掉，现在这里都变得有比较有弹性了。昨天我这样按它也是痛啊，今天没有昨天痛啊，对，有松了，效果很好。昨天做的应该蛮彻底，止痛蛮多的。嗯，对对对，它止痛也出来很好，这些硬块一挤、嗯、它就出来了。对，但今天好像是从乳头嘛。都是这边，昨天就是两个地方，对对，都是这些地方。昨天也是，现在应该也是乳头，你看乳头这里就出来了。对，你知道，我以前我太太哈，就是乳头分泌，对，我们不懂，对，然后她也没有伤口，什么也没破，对，然后就有一个硬块，对，然后去给西医处理，就割了半年，就说原位复发死定了，嗯，就这样死了。哇，真的是，所以他比你太太还轻微啊！对啊，真的啊，就这样哇！所以我他就是从这样乳头，我说哎、欸，这个他们西医说哦，这个一定要检查，一检查完了，然后就割了，这里也割，淋巴也割，一般都是这样嘛，一次都是割两。哎呀，像他这边会硬的话是一样，都是绷紧的。它随着这里根，只要根部把它揉软了，它会随着软。了解，所以那边就我昨天这里我也帮他按了。那可以由他来按，然后他又涂姜粉泥，所以这些细节都做到就没事。但是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运动。对对对。啊，这个我有跟他讲。有，回去他所有。嗯嗯。就有点痛。这里痛了哈，嗯，对，这里嗯，我开始就是找这些周围的痛点，对，这里痛了，这里很痛，对不对？对，好，等一下哈，很硬，我昨天这里根部哈、哦，有帮他加强，这里比较软，但到按到上面来，今天这里哎很硬。所以它这样很硬哈，我一按它就有组织液了。你放心，像这样，所以我说法无定法。昨天按根部的时候是整个贴，它这里比较柔软，我发现变成这一段很硬，它这一段比较软，所以今天加强这里。嗯。好。他昨天也是这边最痛。对，我轻一点啊，这样。这样才可以忍受吧。嗯。好，我轻一点哈。这里还有几个硬点还没有揉开，它这里还是有，我想帮它再加。这里也痛，对不对？对。很痛哈，忍一下哈。看看，啊，又软了，哎，这样软了。啊，真的。马上软了，软的这里都出来了。你看，有，真的，这里哇，这里刚刚很硬啊。对，这里流好多、哦。对，因为它硬哈、哦，那个就一挤它痛，然后痛组织液就会流出来。它这里还没有，我刚刚还蛮硬的呢。对，我现在开始在帮它加强这里，这里很痛哈、哦。会一点点哈、哦。嗯，那等一下。
昨天超硬的，今天已经算很好，受得了吗？可以。OK。这边没那么痛。哦，昨天你这里很痛的，这一边啊。对。这边真的变软很多，这样子没错，所以它这样子整个你看那个棉花已经吸一半了，吸好多、哦、这里你摸摸看，这里差很多，对，它这里很硬的，从这个身体这怎么差很多了、哇一只要一挤出来、哦、它就会变软，是会痛、哦、这里会痛了、哦、好，那你忍一下、哦，会痛代表它有组织液了，嗯，啊就是啊就这样刺激它就会出来，所以就是硬，硬，然后它会感受，哎啊慢慢就软了，它就不痛，啊你越怕痛越不处理，它就越惨了，然后也不能用蛮力，一顶它受不了，哎，软了它会收，对，比较容易收口，硬不可能，对啊，你看软了就收口，这里有痛点了，了解。你稍微，我慢慢磨出来，它就软了。但这样的痛可以接受嘛？哦，是。OK。这样组织液跟血液都会一直弄出来。痛。它这个还是痛点。嗯，这些。痛。这个，我刚刚没。像刚刚是根部、嗯、到上面它竟然还那么痛、嗯、所以这个、可以换了，这你手给我好痛、我轻轻的，我轻轻，我开始轻轻，好痛，对对对，你看它那么痛、哦、你看这里血跟组织液就在这里，有没有、我一碰就出来了，哦，出来过，然后非常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在根部周围，对对对，要找这个痛点，一定有问题，大一点。那你看，哇，这个就很明显，很痛。对，我现在正在刺激你那里，那里硬块还蛮明显的。这边都软了哦。哎，这里都软了。哎呀，你看，这边完全都软了。对啊，对啊，对啊。很明显的都软了。嗯。但这里，哎，真的差很多。啊，已经流了也很多，所以我说流出来它就会变软。对。哎呀，这里哇，这里也有一块呢。哇，在乳晕那里呢。哇，这个很硬。所以这里有可能。哇，这里可能爆掉了。我看看它会不会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它都是从这里。这里很痛，对不对？痛。对哈、哦，痛。对，哇，它这个乳晕这里哇，是不是从这里就流出来了？嗯，这里也是很大问题哇，这里，哇，痛。我知道，昨天没有按到这里，这里很痛。我今天才想这样摸摸看，哇，很痛，硬的像石块，痛。哦，哇，这一点也是痛，哇、哦，这个昨天我都没有，都是乳晕的地方，这个是大问题，它这个可能都会爆，看看如果能流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就不会爆，但如果没有，它可能就会找一个出口，对对对，虽然是把它挤出来，一定要挤，啊，但是就是慢慢，因为它太痛了，所以你看哈、哦，很多到最后整个扩散就是这样，这些硬块它。没有处理它就爆，痛。好了，分几次吧，啊、哦，让你痛一下，人流多少算多少，啊，这里肯定是要处理的。痛，很痛，很痛，很痛，他在忍我，好痛，我知道，他在忍我，啊、哦，我已经没有用什么力了，啊，痛。我想雅青应该也没有处理到这里，对，我昨天也没有，我不会怀疑这里有。好痛。嗯，所以今天这里确实比什么下面都还要痛。对对对。看他那个反应那么激烈，然后这边我还没有按软，但也有痛，但是他这里是非常的痛。超级的。他说超痛。
这个以前都是我的手法，就把它顶住，还用这两根指腹啊这样贴住，啊这样力量还蛮舒服，它也有很大的力量进去。这里是真的蛮严重。嗯，对，今天这样找出来，这里真的蛮严重的。好痛，超硬的，这里超硬。我看我今天没办法，今天等一下用涂姜本泥的方式比较缓和。那大概今天就按到这里，哦，这里，好，我这里再帮你加强一下，这样都还可以接受哈。哦，你看那个哦。这么大的力你还能承受啊，那你那么小的力你就不能承受。那个很痛，这里很痛，其实这个超痛。哦，这样啊，之前你就知道这里很硬。对，就是这里。哎呀，可是一碰超级痛啊。对，这里真的可能要花时间。不知道说要不要处理这里啊。要啊，这个就是患处痛点啊，我们找着患处痛点，因为你这块要从根部说不要碰，那就不用碰。这里在我看，因为它这里破，这里也算根部，所以我才会去查它。啊，一查哇，真的不得了。对，还是要。嗯，这里。这里是吧？淋巴我刚刚有按，我按它没有那么痛，所以我说你用涂姜粉泥再加强就可以。那这个确定了。所以我发现这里还亚青真的处理得很好，它这边烧得很快。对啊，它几乎没有。那一天我有硬块，现在没有了，软掉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确定了。啊，一开始都是硬块啊，不懂得处理就慢慢变这样。所以这边本来有硬块。有啊，很大一块啊，这几天消失的啊。那个亚青处理的不是我昨天帮他按已经没有。而且没有什么痛。现在好像又出来了。我只会把它推开而已。哦，跑出来了。但是现在跑出来是比较青色一点，之前是黄黄的。对，嗯，已经有改善了。对，对，对，对。它那个脏的东西也一直出来，这个地方。对啊。因为我怕那个，换一半就没法放，因为那个姜是热的，所以它应该不会。哇，这里很多组织液流出来。对，如同的。这个就不用点点，直接按下去。是，直接按下去就好。好。对，谁有？谁有你啊？从讲那个，诶，止痛的那个。那最后呢？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把那个姜粉泥啊，那些慢慢就是扫进去。嗯，那个液啊。这样热敷有没有比较舒服？就是不能够太大力，因为真的是太大力对他皮肤有伤害。它这里有一些就是黏住的，以后你加一点就是新鲜的进去，然后它就很快会变。扫那个 baby 的那个背部一样，这样很轻柔，很轻柔的那种。这个还有水，很多。那就是不用吹风机啊，全部都很干爽。嗯，好，这一边就差不多了。嗯，可以了。嗯。哦，我说那个真的不简单。对啊，真的不简单。张医师差很多，现在做下去哈。
这个地方已经不那么痛了，啊、而且这个地方、啊、那个脏的东西都一直出来了、啊。这个地方、啊、真的、啊，对对哦，现在柔软了，所以我说哇，这个比较好。所以我说有时候太硬就用姜粉配的，只是这个真的要很有耐心。嗯、现在没有那么痛了，哇、哦，不会痛的就好了，对，就比较柔软化。哇，这是最后收尾，那个时候特别收尾。这很舒服，这样很舒服，对，稍微这样。其实我们只要是每一个女志工都要学到。你知道哈，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女志工每个来看。所以到那个地方会痛，已经现在不大会痛了。好。嗯。我没有，之后那个是。啊，这一个腋下这一块。地上那一块也是稍微软了一些。我知道，这样按一定会软，是一定。但就是我说的要。他要用一只手稍微固定一下。哦，要这只手。要不然他会跑。这样子帮他按。对，这个就是这样，嘿，这样也蛮舒服。是。我说只要涂姜粉，那力道又可以进去。嗯。所以我说刚刚。清创完，再配合涂姜粉，它又有一点力道进去，对它更好。这样就不会痛哦，不会。跟刚才差很多。哦，涂了三遍了。三遍了。要吹风机吗？不用。不用哈。他今天应该也是蛮彻底的，蛮彻底的。现在应该这个伤口周围应该都会热热的，是不是？是，这是你摸上去都发热了。对对，应该都发热了。嗯，那循环也会变好。这个不要了。所以专业跟你先生做的就差很多了，对，而且他不信我、啊。现在已经感觉了，因为痛我都把它踢开，所以我对啊，我觉得按他那里也没办法，很痛他都觉得要蛮力才行啊。我不准任何职工用蛮力，这几个月整顿也是、嗯、一直强调不能让患者太痛。好，可以了。姜粉尽可能就是温温的，嗯。
我们刚刚已经把乳癌患者的整个做法都播了一次，那我来做总结一下。这位患者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爆开了，那爆开整个摸到他的胸部跟腋下整个都是硬邦邦的，尤其乳晕我那个破掉上面那个乳晕乳头那个都是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那到腋下跟上胸部那里乳头上面那里还是有硬块，所以当时我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啦，直接摸我认为如果再不处理可能爆掉会从这一个现在看到的伤口会连乳头到上面来整个可能都会爆掉那另外一个胸部就是它也有硬块，它按推也分泌从乳头分泌不明的组织溢出来，那很明显两边都有了，来诊断的时候已经确定，然后腋下也有一个硬块蛮硬的那面对这样的患者，第一个他来的时候有很多上面你们现在看到的他伤口是新鲜的肉，但来的时候都是组织液已经粘在上面了所以第一个就先把上面的组织液先清干净那再来找痛点。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他几乎这个爆掉的周围整个都轻轻碰都是有压痛点，然后稍微按推它就很痛，然后在按推的过程中它那个组织液就从那个中间那里白白的那里它那个烂得很深，就从里面一直冒出组织液来然后带有少许的血液所以因为一直冒出来所以刚开始稍微用棉花把它沾着，要不然操作上它会一直溢出来是这样的按推的方式我刚开始示范的时候是示范这个就是用鱼际还有腕骨那个肉比较多，因为它整片都是，然后也不能太大力，因为它很硬又很痛，你太大力它绝对受不了。那原始点是以患者能承受为宜，绝对不是越大力越好，所以让患者有一点点痛就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患者来的时候他有陈述，他说来爆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一爆掉就是流了有连续流了六七天的血吧，流到他都觉得人很晕很累脸色也比较苍白这一听就知道了已经算是属于重病。那重病你在按推它有痛的话会消耗患者的热能，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重病我们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大家一定要切记。所以刚开始来我是先帮他诊断了，就是看他的痛点在哪里然后你们也看到了，先从背部先找压痛点然后把这些脊椎两侧的压痛点都找出来，包括他肩部原始点也有压痛点这些都找出来处理后然后再来进一步再来处理那个患者的那个爆掉的周围，还有另外一个胸部他也有硬块也找出来都同时处理所以他的部位蛮多的，处理一次下来包括涂姜粉泥都要一两个小时。好，那我来跟各位总结一下，他按推完都会马上变软，但经过一天回来他又会绷紧，所以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跟患者沟通
第一个它会很快崩回来，很硬，就是热能不够，所以就叫他回去睡觉的时候用那个远红外线照。但我发现照还不够，因为你看那个白白的那个很深啊，那个用棉花棒都可以伸到深再伸进半指节进去啊。所以 看得出来如果照表层那个鲜红的肉比较容易干，但里面那个深层的还是不行，还是会很湿，然后随时都会冒出组织液。所以就在叫患者回去加强用吹风机，而吹风机我特别指定的是 Dyson， 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的风都往四面散掉，那 Dyson 刚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那个热风可以直接集中的吹到我们要的地方，然后那个风也比较集中，跟能够透到深层，那也是早期患者特别说的用 Dyson 最有效。那基金会最后也改用 Dyson 帮他吹，那也叫患者家属也买了 Dyson 这样吹，那就可以直接加强。那因为他很快崩回来，一定是热能不足，光靠按推绝对解决不了所以我之后有做一个尝试，就是我一边推然后一边用电热吹风机，那时候还没有涂姜粉泥就一边吹，患者的痛跟我讲比我平常在找压痛点那个痛那个痛感就减轻了一半。所以像这种重病患者不要说推跟热源分开，可以同时。那我那时候是用电热吹风机还有手帮他按，最后我帮他按，他感觉这样的按他就比较更能承受了。那这样对患者会帮助很大，因为你没有那么痛，就不会消耗很多热能。那患者现在情况也是热能不足嘛所以这一点更确定了。所以以后大家在就是找患者的旁边压痛点可以考虑用电热吹风机，但如果没有也可以就是一边涂姜粉泥一边按推不要单独说只有按推像我现在这样是单独的。最后我们要求就是直接在周围旁边直接涂姜粉泥直接按推那这时候组织液就一直冒出来那之后再用电热吹风机直接吹。好，那有些人就会问了，那里面一直那个组织一直跑出来又看到白白的，那要不要清创？我跟各位讲，如果他组织一直冒出来不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也就用 Dyson 的电热吹风机直接吹回去也是这样保养，清创都不要，然后这样保持干爽透气就好，绝对不要用纱布或是什么样把伤口盖住这个不透气，那个组织液它会在里面就会腐烂味道就会很臭这个，所以要记住这些组织液不断的冒，不要清创，也 不需要用姜汤去把这些白白的好像要把它清干净，都不要就是用电热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好了。那刚开始来一定要清创，就是它表层那个鲜红的肉当时候是整个都组织液粘在上面那 这些把它清干净就好，但深层会冒出的组织液那些是 不需要清的，表示它里面是畅通。为什么要清创？清创就是怕那些管道被阻塞了，那它组织液都能冒出来，那代表它没有被堵住嘛。那这时候清创是多余的，所以直接用电热吹风机。那尤其患者很快崩回来，我就确定我当时候就是叫他回去一定要照
还要用电热吹风机，就是我很担心它热能不够，热能不够很快又崩回来，所以情况就很多就会恶化，也是在这。那患者再来在处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那个体力确实不好，那我就叫他一定要强化运动。那我给他的运动是，当然他也可以甩手功，那些我都认为 OK， 但我会要求他做伏地挺身。那伏地挺身要求刚开始患者没办法做，他说以前也没有这样训练过，所以他只能用扶墙，扶着墙壁然后做伏地挺身。但我发现这样效果不好，所以叫他一定还是要伏地挺身，而不是扶在墙壁。但还他是没有很大的体力，所以他就开始在伏地挺身，但是用脚跪姿的伏地挺身，也不是用我们正常的伏地也就俯卧撑啦，大陆叫俯卧撑。他跪姿这样做我认为也是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样做不标准，但对上面的锻炼还是不够，所以我说宁愿做少，但姿势还是要稍微要求，所以他最后就照我们一般的俯卧撑这样做。刚开始慢慢要求啊，刚开始可能做三五下慢慢变早上做五下，晚上做五下，然后慢慢增加到现在早上可以做十下晚上也可以做十下。那这样经过他的一些运动啊，散步啊，甩手功，还有加强那个伏地挺身之后他体力就有变好了，就不会像以前就是很容易累，然后走一下子就很累，现在就可以走比较久一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到重病患者原始点是认为有热人则生，无热人则亡，那体表现在外就是体力，所以当他流血说会头晕，人会容易疲倦甚至走得比以前更少很想休息，这些从这些症状我就看出来一定要加强热能还有体力的锻炼那现在体力有变好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处理虽然伤口还没有收了，因为旁边还是反复的硬，那但是他体力已经渐渐稳定。那以原始点来看，重病的好转与恶化是先看体力，不是看症状。那体力有稳定了，就可以确定他那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也就是我们说有热能则生嘛，有体力了就代表他慢慢有热能了那这个方面先稳定了，生命迹象稳定了，那我们进一步再来求解症。所以现在他每次来现在我们的做法就变得就公式化，在家里患者就是他如果留组织不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也就用 Dyson 直接吹伤口的深处，组织液流出来把它吹干吹到干那这样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硬邦邦的就不会那么硬，即便有稍微崩回来，但是就不会像都没有吹电热吹风机或用远红外线照射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很快崩回来。那现在有热源进去就比较好，还有加上他患者有运动也感觉到他也比较不会累。那这他每次来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脊椎两侧一定先涂姜粉泥，因为属重病嘛，先涂完三遍之后
然后再按推找压痛点，帮他脊椎两侧的痛点按推开来，然后还有肩部延时点，这些也帮他做好。那患处痛点，就是直接现在，不用找痛点，因为已经知道他周围都是压痛点，那就用涂姜粉泥，涂姜粉泥啊，轻轻的轻揉。你们看那些手法，都是患者，感觉能承受啊，又不会觉得特别痛，也就是不让他消耗热能，要不然你压得很痛消耗热能，那就不对了，所以一定是在患者能承受下，然后他在按的过程中，那个硬块就会慢慢松软，然后深层的组织液就会冒出来。那做完了之后再来最后一步，就是用电热吹风机，戴森的电热吹风机直接吹组织液，那时候还湿湿的，有时候湿湿的你吹不干，先用 棉花把它吸干，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流的实在很多，先把它吸干，然后再用戴森的电热吹风机这样吹，那慢慢，也就是有时间就有组织液就吹，那这样吹，不要担心它组织液会把，那个通道阻塞，不会，因为它组织液冒的那么多，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所以这个也让我体悟到，我们中病在讲清创，清创指的是体表的，但像那个深层的，像它那个爆掉里面深层的，那个根本不要清创，因为它一直组织液一直冒嘛，所以体内的深层的是不需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吹就可以，那这样就可以延伸很多重病患者，比如说肺癌，肺癌，还有像子宫癌啦，或是卵巢癌这些一样的，我上次有做一个患者，他子宫癌蛮严重的，那每次按就流很多组织液，而且那个组织液也是很腥臭的，那这样每次按我们也没有清创啊，因为体内你怎么清创呢？顶多有时候会叫他灌姜汤啊，灌姜汤，就是因为他子宫癌，小腹很胀痛，然后补充热源，是这样的用意，而不是在清创。那这样他整整也流了8个月，最后总算因为温敷啦运动加强之后，那患者最后就好，这个患者是目前情况还不错，那所以在处理这个深层的，一定记得体内的是不需要清创，不要考虑到清创，肿瘤是在外面破掉表皮这些可以，或是皮肤病啦，一些伤口啦，流组织液啦，甚至血液，这些都可以清创，但体内像乳癌这种里面都湿湿的，就里面湿的是不需要清创的，直接用电热吹风机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乳癌的处理方式，整个方式就如我刚刚讲，大开关先按，那但是一定，因为重病患者是先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不要颠倒了，这时候一定要强调热源。你看我刚刚讲的涂姜粉泥背部也好，还有在按推的时候同时涂姜粉泥，都是让患者怎么样，在按推的时候减轻痛苦，然后热源又可以比较容易渗透进去，对患者是有帮助。然后他流完之后，最后伤口还是要用电热吹风机再把它吹干，那平常再来叫患者饮食注意，配合运动，然后睡觉也要用灯照，然后起来如果有组织液还是要用电热吹风机花一点时间把它吹干，这样患者整个的处理就可以慢慢松软。
那这一个是比较严重，因为它另外一边其实本来也是有硬块，它稍微压从乳头也会分泌组织液，但是来了几次之后，那个经过一两次吧，还是两三次，大概用姜粉泥直接就这样推啊，我刚刚找的那个压痛点甚至都不用，直接就是在啊乳房的周围啊，你直接涂姜粉泥，然后帮他直接推揉，然后推一推，最后组织也会流出来，然后整个硬结肿块也都会变松软，然后我相信，哎，如果这样及时处理，它就不会像另外一边最后越来越硬，然后最后就爆掉，哦，它现在另外一边已经都松软了，哦，那这个也提供给，哦，这些刚开始有硬结肿块甚至乳癌还没有爆掉，哦，事实上，哦，也不一定要沿着肋骨找啦，那早期我都是这样找，但是这样找有一个好处，就是压痛点可以揉得出来，那现在你要揉现在已经很方便，直接涂姜粉泥，啊，沿着肋骨这样推也可以，或是在，哦，胸部的周围，哦，这样用，哦，姜粉泥这样涂，慢慢慢慢，哦，推，那患者也会蛮舒服，啊，这样硬结肿块也很容易，哦，慢慢消失，哦，这些都是，哦，提供给乳癌患者。那我们基金会我发现在做乳癌方面，哦，因为很多没有爆掉的，如果经过这样做大部分都不会恶化，我们 先不说恶化了，因为它也不会最后根本也没有爆掉，然后硬结肿块有些就会变松软甚至缩小甚至消失，哦，那这个是很明显，但患者一旦没有做这些，慢慢硬结肿块慢慢严重的，哦，然后到最后它自然爆掉，哇，这时候你再处理一下，哦，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它最后我发现那些痛点是整面的都在痛，哦，整个几乎，哦，围绕着胸，哦，那个破掉的伤口周围都有压痛点，哦，那这时候，哦，包括要照要用电热吹风机吹干，然后，哦，让这些组织液，哦，不断的循环，那 这些都要花时间，而且流组织液流血液如果流多的话，患者有时候也会累，哦，这一点，哦，就是为什么我叫他一定要配合运动锻炼体力，还有随时补充热源。好，那这个就是，哦，基金会最近做的案例，哦啊，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哦，乳癌应该怎么来解决，我相信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很多人，哦，他心中很多疑惑，哦，经由这样的操作，哦，我相信对各位，哦，一定会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好，谢谢张医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